Hello. Hello. Hey. We're in Central Park. Hey guys, how's everybody? We have one beautiful girl here. Thank you. 我们现在在Central Park， 然后坐马车。虽然我来到纽约这么多次，然后也常常因为在念书在费城，然后就坐飞机每次到纽约，但是没有真正来过 Central Park。然后现在可以坐马车，非常的高兴。然后我们看到了一个非常壮的地方。 因为呢，我们要坐20分钟的马车，所以我决定来播点音乐。我第一首呢播的是 John Mayer 的《Moving On and Getting Over》。嘿，丹，他叫丹，可爱吗？ Thank you. Love you. Thank you. Have a nice day. Yay! 来到纽约呢，一定要吃的食物是什么？噔噔 ，bagel。 那为什么我们今天会在这里呢？因为这一间店跟一般的bagel店很不一样。你可以看到，就是放它的料、海鲜的料理啊等等的，都是用下午茶的盘子一样的方式去装饰它，所以就很像是一种bagel下午茶的概念。完成，站起来。哦，好大雨。我现在所在的地方呢是 SoHo 区的 Mercer Street。为什么会来到这个地方呢？因为噔噔，我手上拿的 Coach Mercer 包。 名字跟这条街的路名是一模一样的。那因为这里是 SoHo 区，有非常多很酷，然后很有个性的店，所以欢迎大家一起来这边逛逛哦。我现在来到的地方呢是 McNally Jackson 的书店。那这个店呢，它为什么特别呢？因为它里面有很多文青类的书籍、艺文类的书籍，比如说建筑类、fashion 类等等的，有一些很特别的书籍都可以在这间店里面看到。 我现在所在的地方呢是 Mercer's Kitchen， 这里呢是一个米其林3星级主厨的厨师，叫做 John George， 他开的店。在我面前的这个呢叫做 Mercer's Burger， 那刚刚可以看到打开来说里面的那个 cheese 拉丝，真的看起来非常的美味，而且这个超可爱的，它是用一个像盆栽一样的东西来装我们的薯条。好的。 接下来就是我大快朵颐的时间啦！它的汉堡肉很厚，非常好吃的 burger。我现在所在的地方呢是咖啡 Town， 它是一个法式的咖啡店，它里面呢有很多咖啡，也有早午餐，而且听说里奥纳多·迪卡皮欧曾经来到这里吃东西哦，好兴奋哦！我要跟他在同一间店买东西吃了。Can I get an American？ 咖啡来喽！接下来带大家来到的地方呢是 Coach 的店面。为什么要特别来这里呢？因为我觉得来到了纽约，当然要参观他们很具代表性的品牌咯。Hello， how are you？ I'm good, thank you. So this is the dress that I was telling you about. Wow, it's beautiful. Thank you. It's a beautiful red silk and rayon piece. All of these detailing here, all of these are all hand stitched together, so it makes it a very unique item. This part is also removable as well. 他说这里有一些很细节的 detail， 它的拼接，然后还有就是它这个是可以拆除的。 像是底下的这个百褶裙呢，就可以像跳舞的感觉一样。他说建议我可以再穿上高跟鞋，就完整了。趁着纽约忙碌的时装周，今天我要带大家来到 Coach 设计师 Store 最喜欢的餐厅，叫做 Waverly Inn。然后就是松饼，美式松饼，对，这个应该蛮好吃的，而且应该在台北都吃不到。然后再来是这个炸修卡，然后再来是这个班尼比克蛋。我们点的菜应该是 Coach 设计师他应该也会有点到的吧，毕竟我们有时尚达人带我们来到这间餐厅。我来到了这一面涂鸦墙，为什么来到这面涂鸦墙呢？是因为 Coach 的 IG 上面有这个涂鸦墙的一个照片，所以我要跟着设计师大师的脚步，也要拍 几张美照回去。欢迎来，其实是14街到34街。 那17街这里呢，有一间披萨非常有名，叫 Artichoke， 像那个人水龟在吃的披萨的量。反正在这边，其实他们就是很喜欢在这里吃下午茶啦，喝咖啡啊，很悠闲的晒太阳的感觉。所以你来纽约，不妨也可以跟他们一样在这边就是散散步、吃东西，真的还蛮舒服的。 就是来纽约的这几天下来，觉得很忙碌，然后但是其实我觉得忙碌之余也体验了客座编辑的一些工作。大家为了第一手消息，不惜就是拼了命的在做报道，然后不断的更新时尚的一些资讯给大家，然后真的很辛苦。 带大家去看很多我们从内行人打听到的隐藏的小店或特色店，带大家发现有什么意想不到的。哇，原来里面这么少女！哇，原来里面是卖这个。带大家去看看有什么有趣的小店。 这个爱粉红色的一定会各种收集，回家可以写日记，可爱。Thank you so much， 好可爱。耶，我拿到我的抹茶拿铁了。除了拉花之外，上面还有一层 抹茶粉，是一棵椰子树，好用心哦。然后呢，我觉得这个杯身也超可爱，因为它是好像这种热带地方的这种大片的叶子，但是用粉红色的勾边勾出来，就是对于我这种比较中性的人，中性的可爱，中性的粉色。好喽，我要来喝喽。 你们看得到吗？因为很细，看能不能接到一点，真的太细了。哇，你们可能有眼福，只有我们在现场看得到。哎，我们是要先去逛这个选物店，对不对？好，那我们进去。希望我们出来水会变很大。他是故意设计的，像一个人的家里这样。哦。 好温暖。其实这家店神奇的是，你看到任何东西都可以买哦，不敢相信。是来逛玄物店吗？就一直在这边看这个，下雪了。大家知道我遇到了什么吗？这个艺术品是 Keith Haring 的作品，然后呢，这一次 Coach 的春夏有一整个新的系列，就是以 Keith Haring 为灵感，所以我居然在纽约街头就这样与他相遇了，赶快自拍！ Ever since I was a child. Now it's 你看过这么大的 menu 吗？ 李奥纳顿也来过，等我一下，我先打给李奥，叫他来这边吃冰。我好像神经病。I want this one. Peanut butter. Yes, and one hot tea. 有 pistachio. 我的最爱。对，耶 ！Cheers. 跟你讲，自拍没有诀窍，就是狂按。100张当中，一定会有一张自然的，没有诀窍，狂按，动来动去，狂按。我要开动喽 ！Thank you。我对啊，我是猪哦。OK， 我们现在要去一个传说中的隐形汉堡店，但是这边怎么看都不像有汉堡店。但不管了，我们就先进去再说，因为太冷了。 这到底什么地方？我们闯进5星酒店。Hello， 看得出来吗？你们看到那个可爱的小标志吗？这也太隐藏了吧！好像2 3/4月台哎，很神秘哎。哇！ Can I have a cheeseburger, one cheeseburger, and medium, and one Coke, please. One Coke? Yeah, thank you. What's your name? Joanne, thank you. Yay! 我们要来吃美式汉堡啦，正宗美式食物。你看，所以其实这家店应该是非常有名哎，对不对？虽然它是隐藏的。 而且我们不只是说刚刚坐不下，我们也要赶场，所以我们等一下可以边走边吃。耶！哇，很满呢。不好意思啊。哎，这个厚到我一只手还拿不太稳。你看我刚刚有那么大口了，我才咬不到一半。哎，很好吃哎。 我怎么会吃成这样？这家可爱的老店啊，是从1937年开到现在。很多糖果对我们来讲是第一次看到，可是对当地人来说，一定也是就像我们对于干妈店一样。 有非常多的儿时回忆，走到这家店的时候会涌上心头。哎，这个拍照很可爱。嚯，更大，这还不够看，还要做成这种小风车，这还真可以转哎，好像小朋友，好了，我要走了，我先拿这棒棒糖去付钱哦。好像迷宫哦，走一走，我爸妈就不见了。小孩会在那边走失吗？好大！不止买到糖果，还可以买到回忆。这次介绍的这些隐藏版的小店啊、餐厅啊，大家看得还开心吗？吃得还开心吗？来纽约的时候就可以去寻找一下，好好玩吧！